南部外围增强中区域。好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干！Here we go. 9:20开放进场，我们来讲一下这次的副本，那个跨服副本。从今天开始，每个礼拜三四，所以每个礼拜三四的话，迪比斯就会没有，以后就变成跟迪比斯跟沙虫副本，还有这两个是错开交错的。你进场之后，你是不能选阵营的，它随机分配。你巨女王就是攻击队，沙虫就是防守。它的条件就是75等可以进场，30分钟而已。每天晚上9:30到10点开始打，所以是前10分钟可以进场。入场费用这次还好，不是名誉币啊，金币就可以进场。不能使用这些东西，有一些技能不能用，但是可以招黑宝。一开始你会进到那个安全区啊，绿洲，然后你在里面可以买一些补给基本的，然后飞进去里面好多然后。好，这边就跳过了。这边怎么得积分？就是杀人啊，你杀越多人的积分越高，你会慢慢提升你的变身。OK， 这就是这一次的杀虫阵营战。那死掉不用担心会掉趴，因为你就可以，你会自动重生，重生完之后就继续打了。哦。激战的沙漠绿洲即将开打，欸，我想要沙虫，欸，沙虫比较霸气，欸，人类，我以为是站在我这边，下定决心要来我这边了吗？呼呼，你觉得你找得到我吗？他们两个是有什么毛病啊？等开始之后所有人会传送，传送之后你才知道你是什么阵营，你不同阵营你现在组队没有用啊，等下全部都被拆开了。我是你们的母亲，以我孩子的面貌力量速速进化吧。准备咯，进场之后我们会不会被拆到各地呢？哦，开始了，变身了，我哪一队？我是哪一队？哦，进场，我是沙虫队，我竟然要防守，你看一个沙虫的脸。好啦，开干啦，开沙啦。地图长怎样？从四面八方被围殴，我靠，敌人都在两侧，哦，真的是四面八方。哎，不对啊，他们人也太多了吧。那两只虫鼻也还嘴炮，我为什么？凭什么我第129名？凭什么？才刚进场，为什么有人就可以第一名？走吧，子民们！哎，靠背没路，狂砍就对了。反正也不知道谁是谁。我看遇到大蚂蚁要狂跑，因为大蚂蚁超强。那大蚂蚁我看韩版的打人超级痛，可是我们要先把它干掉。嗯，好。在我们沙虫大军面前，你想跑去哪？还不是得死？我觉得怎么大家都长一样啊？挨打啦！你射箭，你想射箭，想射，你再射，醉你！哎，靠，睡不到。我发觉好像深入敌阵了。我好像在敌阵中间，哎，我杀到人了，靠腰木屁，他的技能也太多了吧，乱七八糟，哎，我是应该回阵营防守了，哎，他 ID 跟我一样，哎，木子七，为什么有人学我？好像打怪就有名次了，不行，我要砍人，这几年里面一定要砍人啊，怎么可能打怪？好了，我打怪好了，哎，靠，我20名哦，有希望，看我多杀了多大，魔狼好怕，知没敌人。明明就有敌人，都不打人啊，欸，不对吧？那个为什么巨女王这一队的战力这么高啊？10800，干，到底在晕什么？我看这腿虫不能打，哇，这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虫太痛了。这坨虫谁打谁打谁死啊？哇，哦，有人升级了，好帅哦！哎，欸，干，这敌人哦，这敌人哦，这靠自己，对不起。哦，有人了，安安安安你好，安安拜拜，安安下楼。哦，安安死了，哦。欸，沙虫的好凶哦，都没有人想要防守沙虫，欸，全部都冲出来是怎样？我发觉是那个蚂蚁打我太痛了。锁链杀手可以冲晕吗？可以，里面技能几乎都可以放，法师可以放神域跟圣戒了。哦，15名了，持续提升中。欸，其实黑曜在里面蛮好切人的，欸，我快晋级了。就帮帮帮一下，帮哦帮帮哦，不行了，太多人在打我啊，哦！不要啊，干，哦，掉分，我靠，掉120，
我快晋级了，说。可恶欸，不行，我要赶快晋级。好，晋级了，你们看我发光了。啊啊啊啊，不一样咯。我看能不能到金色的，我可不可以到军团长。我看好多敌人，这边太多敌人了。看他们一堆一堆跟蝗虫一样，你看那一堆金色人在射我。复制人军团啊，一堆蚂蚁。他们是怎样追，死命的追我、欸、看到我红色的很好吃就对了。哎、欸、队友帮啊。哎、欸、是不是杀虫阵营都要救一下。等一下不对不对。哎、欸、他们是有病哦、喔。为什么要追着我，你看这对黑骑士。这两个黑骑士到底怎么了，怎么都是敌人。看怎么都是长翅膀的。哎、欸、杀虫咧。杀虫的人咧。嘎基浪救命救命，来了，我回到杀虫阵营了。我回来了。好啦，回来之后。嚣张，在我地盘里面撒野是不是？你们黑骑士我打不赢你们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以为黑骑士我打不赢？哦，有人有反评呢！来来来，立来立来，就立来就立来！你冲晕，看到你冲晕就知道你是骑士了，看到你是骑士我就可以砍你了。我、哦、看这蚂蚁是三小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杀虫都没有？杀虫怎么都没有伙伴啊？为什么都是蚂蚁女王在招东西啊？哎、欸，死了哈！你们躲在家里面干嘛啦？欸、他是巨鱼女王队长，哎、欸，队长还不是得死？你中了紫晕还不是得死？四种不同的阶级，你会有不同的技能，好像是这样子吧？看我被紫晕了，阿密特是吧？黑骑士是吧？听说黑妖专门砍黑骑士，我现在第几名？我看一下第几名。哎、欸，我第三名呢、欸，搞不好我可以拿到神秘的红卡哦。看我把我杀、哦，等到那我在哪边？可是我不知道这技能是干嘛的，我不知道有什么用。我、哦、靠，一电他就死，好像很痛的感觉。战神，现在想去哪啊？现在在军团长面前，一切都是浮云啊！就是多龙，一个多龙。我、哦、看他们冲进来了，人家那个蚂蚁雄兵冲进来了。哎、欸，你们这些红盔甲的队长们，你们在给我打小怪？别吧，各位。我被一堆黑骑士追杀，不要不要追着我打，追着我打没有好处的。傲慢之塔，真的以为黑骑士打，他们真的以为黑骑士打得赢黑妖、欸，哎，是不是太天真了、啊？只有菜鸡黑妖你打得赢啊？林夏夏，我靠，下一个升级也太久了吧，四千，哎、欸，看，太痛，哇，超痛，我靠，看这一堆黄金军团。干掉排名，第二名掉到第十六名。哎、欸，看有人喷东西了，里面会喷蓝装，可是怎么得到的？我靠，小怪好痛哦！点到体验村庄回去蚂蚁，你节哀啊！我靠，我血变好多、哦，我们阵营的突然勃起了，一堆人都狂起来。你、欸、看我血七千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太深入你，我太深入了，原谅我原谅我，把我的第三名还给我。看我怎么变三十四名了，哇靠，这是怎样？还好我电脑很顺。看好痛好痛，太痛了，哇靠，这一坨又死了，又掉，完了，我回不到前三名了。我发觉，我看一下战力是不是有点悬殊啊？没有啊，人差不多啊，为什么感觉全部都是蚂蚁的人？这边在攻城战是不是？啊，哪里可以打？我现在出不去，我想杀人。有没有人升到那个、啊？有没有人升到那个最高级的师团长？他升到师长，哈哈，那个机体要不升师长也难吧？考我，考够了吧？考够了没？啊，考爽没？那、啊、这谁啊？这打谁啊？这么猛，这么多人打一个人，这只很强哎、欸，应该紫变吧？那、啊、我来试看看，我来当其中一个，他应该是有反评啊，真的直反，应该是很猛的紫变，还哦还是死了。Hello 安安 ，Flora， 哎、欸、靠腰，我怎么一看聊天室我就死掉？完了，又掉排名了，又变三九。对啊，如果不是实力悬殊的话，好像不好攻哎、欸。王死的话就是蚂蚁，王活下来就是杀虫蚁，就看哪边南部外围这条路去。对、欸，
哎、欸、干！又掉分了！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非外围，他是不是耍我啊？欸、靠腰！奇岩村庄，我差点跟你们一样犯了一样的错。那奇岩庄在那边抖。哎、欸，这个非外围是整人是不是啊？害我掉排名，我看52，我哎、欸、好52好。蓝布至少我觉得蓝布好像比一张五房卷好哎、欸，蓝布好像比较好哎、欸。来看看杀虫的英姿啊，有人在打杀虫吗？有人敢打杀虫吗？我老大、欸，我靠，杀虫好嗨哦！哎、欸，赢了 ，winner！ 现在是看杀虫嘴炮的时间，我们来看杀虫全屏跨服嘴炮，你看。哈哈，看着沙漠的霸王咫尺身躯啊！啊，真的真的很嘴。这里还能听见飘渺存在们的痛苦声啊！就说你们这些巨鱼女王兵团的人啊，爷爷你输了，他比你嘴啊，他嘴的又有深度，又让人听不懂。开地图炮、欸，你看啊，51到70名。好了，回来啦，各位小朋友们，其实这个蛮好玩的、欸，我觉得每个礼拜三四来玩一下这个还蛮舒压的。我坦白讲。